书店猫被抱走，打电话俾我啦。呢间书局有20多只猫，全部都是女店主收养翻嚟噶。佢哋可以喺北角英皇道英皇中心嘅地库嗰度四围行。不过佢就喺上个月嘅15号行咗喺隔篱嘅便利店之后就失咗踪啦。因为便利店嘅职员就话，应该点零钟咧系见到有人喺度同猫玩啊，咁就问便利店再攞个盒，攞个纸箱咧就捧走咗佢咯。佢贴晒街招，上网不断揾呢3男1女嘅后生仔，可惜一直都揾唔到啊。佢就并唔系想怪啲后生仔啊，而系曾经盆骨碎裂嘅康康排便有困难噶。所以佢一定要长期食嗰个软大便嘅药，而且佢咧个肠医生话系好薄噶，同埋再加埋有一个薄口咧，佢系唔可以做通肠呢个手术。每日要食2次助软便嘅雨果糖浆，小威一日啊都会有生命危险噶。佢就更加怕新主人见到康康排唔到便，就带佢去兽医嗰度洗肠，到时就会弄巧反拙噶啦。我唔介意你打俾我，你打电话俾我啦。我会话俾你听佢点样照顾，或者佢睇开边个医生。是呢样嘢咯，好吗？各位有心人，如果有康康嘅消息，就打俾陈小姐，帮下佢，又帮下康康啦。